外送员骑到路口见前方绿灯加速狂冲，没想到一辆黑色休旅车左转完全没减速，直接猛力撞击上去，外送员瞬间惨遭击落，机车零件喷飞四散，后方外送箱还在空中翻滚好几圈，画面触目惊心。本案经分析，是小客车驾驶因左转车未让直行车，造成交通事故。受发在台北内湖行善路，肇事驾驶切西瓜过弯，撞飞直行外送员，导致左脚骨折及多处擦挫伤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。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情形，但外送员冒着生命危险送餐，也实在太吓人。同样是汽车撞机车，这回却是骑士违规。新北土城百捷宝路，汽车一辆辆左转，骑士到了待转区，想抢快跟着通过路口，但他看都没看，油门一拜想冲，结果一辆直行货车冲过来，驾驶闪都闪不掉，大力拦腰猛撞，骑士失去平衡，撞击挡风玻璃，接着翻滚重摔落地，目击民众全都吓坏。全案依交通事故相关规定处置，并针对 A 车驾驶闯红灯行为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3条第一项举发。其实多处擦挫伤，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，只是马路如虎口，除了减速慢行，更得遵守法规，避免憾事发生。记者黄天祥，关于双北报道。